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雪糕仔啊！我终于打到我第一件残装啦，正義の俺は強者しか認めにねえ。即刻俾大家睇下。咁而家我会将佢强化到最强，究竟数值可以去到几癫呢？好，攻击力加6310。星星卡升到盡，爆擊率達到30%啊！咁而家我嘅原子武士爆擊率係47%啊，幾乎係兩下爆一下，好癲啊！呢件殘裝。俺は強者しか認めねえ。好啦，之後我就會播放翻呢、這個我直播當時獲得呢件橙裝嘅情況啦，咁喺播放嗰條短片之前咧，咁我想希望大家可以，如果想睇下我呢個原子武士之後個輸出究竟有幾高啦，咁大家希望可以訂閱我個頻道，咁到時會有直播啊或者短片都會通知大家嘅。咁好啦，咁而家多謝大家先，咁去片，拜拜。等我12点出埋件，诶，铲装铲装铲装，哦，攻速不得了不得了，喂，铲装啊，竟然喺大家观众嘅期望之下打咗件铲装出嚟，攻击爆击率，哇、哦，正啊，不得了，攻击爆击率，哇、哦，俾我。啲輸出用仲唔爆擊到？正啊，第一件橙裝啊我。